从小的时候就对这个钱啊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渴望，如果是有了钱的话可以给我妈妈治病。我在农村里面所有的农活都干过，我记得我在这个西山上面干活的时候，经常看见火车出入，总觉得这个火车穿过这个山沟以后啊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。88年的时候，海南岛建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个机会，我就去了海南岛。在这之前呢，每一个春节都是回家去，跟家里面的人在炕上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。只有90年的春节的话，我没钱回家了。当时呢，我想能够凑点钱的话回家，结果这个钱呢死活是凑不出来。可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一定要看，我就在一个招待所里面去给了一个姑娘说好，我说今天是不是你值班？她说是。我说哎，我能不能在这看呢春节联欢晚会？她说可以。春节联欢晚会大概演到8点多9点的时候，她不让我看了，说我要休息了，要睡觉了，你走吧。等我出来以后，我就觉得特别沮丧，就是心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孤独感，就觉得怎么一个人放到这个荒岛上去了呢？老季啊，哎呦，韩总，恭喜啊！成交了是吧？对，几号楼？我们买的是那个二号楼，二号楼，商业，是。就是物质财富，固然是财富，它肯定不是全部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就像一个鸟的两个翅膀一样，如果是只有一个翅膀，是飞不起来的。小学的时候就恭喜大哥啊！这是他既白接两口，啊，这是第三口，好，我谢谢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说：“孩子，要出门了，记住两句话：没事别惹事，有事别怕事。”我叫潘石屹。现在在给北京盖房子。